得奖会再来涨片酬吗？会，我现在在前置，我会回去跟那边的制作人跟导演讲。哎、欸，来开玩笑，不会，我刚才讲，我觉得不只是戏的制作单位，然后跟摄影大哥，我觉得今天在红毯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那个气氛很好。我还有你们，我觉得就是受到很多人跟单位的帮助，我也不晓得大家是为什么要这样，好不好？是大家的事，所以我一直觉得很幸运。然后这一路上还是有那么多意想不到的单位跟团队愿意给我机会，然后一起合作创造出新的东西。然后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做戏的人，然后很幸运，然后会继续努力做好更多的戏，服务大家。好，林允熙。姐姐可以现在是不是还不敢相信得奖？对啊，因为你还是很惊恐的那个。我觉得好像比第一次还恐怖哎！我刚刚要上台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在发抖哎，我真的是讲不出话来哎。对，所以我就觉得，那你本来有以为谁？你觉得自己不可以？你觉得原本想说是会谁得啊？我原本上是希望明宗哥，因为他，对，我私心很重，肥水不落外人田。对，原本是希望，当然是希望明宗哥。你完奖之后最想做什么事？我想吃东西跟睡觉。那自己的好事嘞？什么？有没有想要结婚啊？哎、欸，现在没有，我现在是想要让血压先降下来。我现在是飙起来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是很头晕了。你脸有一点红，有耶，耳朵都快开始了。